哦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 JC-2B 新型摇头探滑梯，然后这边它有设置的时间与温度在这里面是一体化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以烫热升滑，我们上的25秒，210度，然后这边已经开关，这是保险装置。是布，热升滑池。